多放生，多施食超度，来回向整个世界，这个才是慈悲的责任。阿弥陀佛，慈悲仁爱能成就一切善行德业，戒杀吃素能化解世间刀兵戟疫。中华护生协会慈悲的道路与您一同前行，护持账号42138483，42138483，户名中华护生协会。接下来请收看慈悲相续庆福年。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新年快乐。我是湛乐，希望在新的一年开始啊，大家要学习弥勒菩萨的慈悲喜舍来过生活，也以戒杀放生吃素念佛来圆满修行利益众生。湛乐祝福大家新春祈福过好年。顶礼师父，阿弥陀佛。主持人好，阿弥陀佛。感恩师父来录制过年新春节目，请师父跟大家简单的问候。各位菩萨们新年快乐，阿弥陀佛。好，感恩师父慈悲，非常欢喜师父今天来录制新春过年节目，希望今天大家在过年期间，师父引导众生如何得到快乐，大家在新春祈福这一方面如何用快乐去迎接新年。我们知道在大年初一恭迎弥勒菩萨圣诞，那弥勒菩萨曾经发愿，他愿生生世世带给众生得到快乐，请师父跟我们分享以弥勒菩萨的愿力，我们一般社会大众如何在新年能够快乐吉祥。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弥勒菩萨在寺庙里面，我们进入大殿看到的就是笑嘻嘻的弥勒菩萨啊，我们后面也这一尊弥勒菩萨啊，所以学佛要快乐。那要怎么让一切众生快乐？那最基本的啊，我们有世间的快乐跟修行的快乐。那一般社会大众他们追求的是外在的快乐啊，有钱真好，很快乐，身体健康更快乐啊，那家庭圆满事业发达更是快乐啊。但是佛陀告诉我们，快乐从哪里来？快乐是从布施来的。快乐从哪里来啊？是从不伤害众生而来的。那所以世间的人要快乐，那就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你要有钱就多布施钱嘛，世间苦难多啊，所以缴不起学费的儿童啊，帮他出。那流浪狗没东西吃，买面包给他，他快乐你就快乐。这个就是佛教快乐的根本的意义。那进一步的，我为什么要出家？世间人为什么要念佛？世间人为什么要修行？那了解这世间的快乐是假的，再恩爱的夫妻会分开啊，啊，再有钱也会变贫穷啊。那所以我们把世间的快乐用在庄严三宝上面，啊，所以修行的快乐是建立在众生快乐，我们就快乐。那三宝门中福好修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知足就快乐了，以不伤害众生为前提，那进一步的让众生快乐，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本怀啊，慈与乐，悲拔苦啊，走到哪里笑嘻嘻，带给众生快乐，所以一笑解忧愁是这个意思。啊，舍慈悲喜舍啊，弥勒菩萨的最后一个舍啊，放下才有快乐。有一天呢，弥勒菩萨走到这个市集啊，市区啊，有个法师啊，看到弥勒菩萨每天笑嘻嘻的啊，然后他这个法师每天就很忧愁啊，出家二三十年了啊，但是还摸不到佛法的精髓啊，佛法的意义
啊，那看弥勒菩萨笑嘻嘻的，好像没在修行，但是很快乐，啊，所以这个法师就上前请问，啊，大师啊，啊，你每天这么快乐，你可以教我吗？那我问你啊，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把这个啊布袋放在地上，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这个法师问说，哎，那佛法的究竟的意义在哪里？弥勒菩萨又很开心的把这个布袋拿起来，那短短的这个几分钟啊，那这个法师开悟了。那各位菩萨有没有开悟啊？放下去代表什么？要你放下贪嗔痴啊，那欲望是个无底洞啊，放下你就快乐了啊。所以说，你看，赌博的人快乐还是没有赌博的人快乐啊？自己去想啊。喝酒的人快乐还是不喝酒的人快乐啊？啊，这个也要去思维一下啊。那所以放下才有快乐，那知足才有快乐。那提起呢？提起什么？众生在痛苦啊，我们给予安慰，给予佛法。那修行人追求的是善法欲，善法的欲啊。这我们每天放生，每天点灯，每天读经，每天拜忏啊，这个就是修行的快乐啊。所以在这个大年初一弥勒菩萨的圣诞啊，希望大家把握住慈悲喜舍的精神。弥勒菩萨过去曾示现为布袋和尚，在汉土度化众生。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那我们一般做生意的都会供奉弥勒菩萨在生意的门口，让人家看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气生财。能不能请师父跟我们分享，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如何修忍辱，然后如何发财？这个忍辱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各位要知道忍辱的坏处跟过患，忍辱的功德跟好处啊，那你才忍得下来啊。世间的人要做生意啊，世间的人要跟人家在一起啊，如果你常常生气，大家不喜欢你啊，那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啊，为了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啊就翻脸啊，这样也是不行的啊。所以生意的人喜欢拜弥勒菩萨啊，就是提醒生意人要笑嘻嘻啊，那你欢欢喜喜，那钱才可以进来啊。那一个家里面的人也一样啊，家和万事兴啊。那所以我们要发财，身体要健康，那你不要常常生气。那如果佛门当中讲的一念嗔心起，百障万门开啊，你生气那功德就烧掉啦。那你今天办法会啊，整天哇你功德很大啊，但是为了小事情你生气啊，今天办的法会通通都没功德啦。所以这个忍辱啊，佛陀告诉我们啊，除了布施更要持戒。那持戒的最大的意义，那就要忍辱了啊。那持戒不杀生要忍辱啊，不要杀害众生啊，不然以后你会生病啊。啊，那你不偷盗，你要布施，你要忍啊，啊，不然你会破财的啊。所以经典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啊，有一个经商的人啊到外面做生意，过年到了要跟家人团圆啊，那在回到家的半路上啊，有一个在卖妓女啊，就是卖字的啊，然后这个经商的人好奇啊，这个男众就向前去 啊，这个老人啊，你要卖什么 啊，然后这个老人就跟这个年轻人说，我这个是妙中宝啊，这几个字啊你如果用得上啊，那你比你经商赚的钱还要多啊。啊，然后这个老人就说，卖你十两银子就好了啊。然后这经商人，哇，那么贵啊，啊，吓死了啊。然后这个老人说，值得啊，你回去在路上你打开看，这个真的值得，我没骗你啊。那这个年轻人很好奇，那于是就买了。那打开锦囊啊，锦囊就写了这几个字：向前三步想一想，后退三步想一想，嗔心起时要思量，放下怒火最吉祥啊。他就边想就边念，然后于是就
就回到家，回到家已经三更半夜了，啊，那他就怕吵到他的妻子，啊，所以他就门就推就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要睡觉了，突然看到，他的床头怎么有他妻子的鞋子，怎么有一个男人的鞋子，他越想越生气啊，于是就跑到厨房要拿菜刀啊，他拿菜刀要杀他太太的时候，他突然又想到，哎呦，这个锦囊。向前三步想一想，后退三步想一想，啊，然后称心起时要思量，放下怒火最吉祥。他这样走来走去的时候，因为声音太大声了，啊，他把他太太吵醒了。太太说：“我怎么三更半夜才回来啊？”然后他先生说：“你怎么有男人的鞋子？”然后他太太说：“你还说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我等你回来，我怕我有危险啊，所以我放着你的鞋子啊，那好平安啊。然后他先生就想，哇，好险，我刚刚差一点啊，犯下大错啊，啊，值得值得啊，这个真的是妙中宝啊，绝对不要轻易的生气啊。啊，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故事，啊，各位菩萨，你一生气什么都没了啊。所以这个忍辱的故事来供养大家，愿从今日起啊，不要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而生气，快快乐乐的过生活。师父，佛陀在经典里面跟我们提到说，弥勒菩萨现在在多帅念院跟大众开示讲法，等到龙华三会的时候，他会下身人间度化有情众生。那请师父跟我们分享，我们如何心持弥勒法门，让我们发愿往生多帅念院跟多帅天有什么样的分别？弥勒菩萨的净土啊，就是多帅天，它分内跟外，外面是啊，享受这些天人的快乐，五欲六尘。啊，那内院是净土，啊，就是没有生死轮回了。那，所以我们修学啊弥勒法门的弟子们，啊，都希望到内院亲见弥勒。如果你到了弥勒外院，啊，虽有这些快乐，啊，但是还是会堕落的。啊，那你要怎么样才可以啊到内院去呢？有如这个弥勒上生经里面所讲的，念弥勒菩萨的名号，照弥勒菩萨的圣像，受持八关斋戒，修净业，啊，在寺庙扫地服务，做义工啊，参加法会啊，煮饭啊，啊，寺庙有什么样的工作，很欢喜，很高兴，啊，而且很重要的，啊，要往生弥勒菩萨的净土，啊，第一个要欢喜做，欢欢喜喜走啊，啊，你今嘛走去寺庙到三工，啊，参加法会，你这欢喜的，因为你知影讲，你死了之后就要去见弥勒菩萨，你很欢喜。第二个不后悔，啊，第三个。啊，你要把这个法会啊做义工，受八关斋戒，点灯供水放生，修净业，供养弥勒菩萨。供养弥勒菩萨完之后，要发愿，愿我所作诸功德，愿我临终弥勒菩萨现前接引我往生弥勒内院，那就没问题了。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在这个经典上有记载啊。有三个修行者，一个叫做狮子觉，一个叫做无着菩萨，一个叫做世亲菩萨，他们三个都是修弥勒法门的啊，三个人都讲好都要去亲见弥勒菩萨，所以就说谁如果先往生啊，那去了弥勒菩萨那边要回来通风报信，让我们欢喜啊，所以狮子觉修行者先往生了，他往生，他没有往生到弥勒内院去，他往生到弥勒外院了，啊。大家觉得奇怪，往生那么久，怎么没有消息啊？那后来接着，啊，这个世亲菩萨也往生了。世亲菩萨往生，那他往生到弥勒内院去了。他看到弥勒菩萨在说法，他才刚开始坐下去的时候，他想着：哎呀，我不能坐太久，我要赶快回到人间去，跟这个啊无着菩萨。说啊，我亲见弥勒佛了，所以他坐着，跟他问导游赶快，啊，像沾酱油一样，
三底下马上就下生人间，告诉这个啊无着菩萨说，我亲见弥勒啊，你要好好修行，我们在天上见啊。那这个无着菩萨说，哎，怎么没有看到狮子觉啊？他往生比你久，怎么还没回来啊？然后这个世亲菩萨说，他在外院啊，贪着这个五欲六尘，忘了修行 啊。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这个典故啊，所以大家要去弥勒净土内院，要发愿，要讲好啊！你要不然你没讲好，你等一下到外院去了，跟天人一样，天人享受完之后要堕落的，那你太可惜，白修了。啊，所以愿大家修学弥勒法门的佛子们，大家要发愿亲见弥勒菩萨，大家通通往生弥勒内院。师父在法会当中会带领大家点万灯，那请师父跟我分享，我们一般在过年期间都会到寺庙也是宫庙当中会祈福点灯，那点灯有什么样的功德利益？点灯对大家非常的重要，每个人都需要光明，没有光明啊，那你就走入黑暗了啊，所以黑暗就是在受苦啊，那迷失了方向啊，所以灯对每个人都需要的，所以大年初一大家都要到寺庙点光明灯、平安灯啊，要考试的人点文昌灯啊，要婚姻好的人点婚姻灯啊，啊，乃至于点太岁灯啊，没有这些车官、水官，施灯功德经讲得太好了，点灯的人可以具足五眼，肉眼不坏，各位就没有这些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近视、弱视、大小眼的问题都不会有了，眼睛会很庄严，大家看的会很欢喜啊，所以由这个肉眼不坏进入到天眼，天眼不是看到诸佛菩萨，不是看到哪一尊啊三太子啊玄天上帝都不是，天眼的啊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因果，这个叫做天眼，你有天眼就不会造恶业了，所以你的命运会越来越好。那从天眼进入到这个慧眼，慧眼是了解生命的真相，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啊，这个世间都是败坏的啊，身体会死，眷属会离开，财产不是你的啊，所以了解这些之后，你就只有行善业，不会造恶业，那又不执着在这个人世间啊。啊，那第四个，从这个慧眼慢慢的进入到啊法眼，法眼意思是说你了解有轮回，上辈子的父母，上上辈子的父母，所以见到的都一切都是父母，男子是我父，女人是我母啊，所以你会报恩呐、啊，开始对他们好了，开始布施了啊，开始慈悲了，开始不伤害众生了 啊，那你就开始行持菩萨道了。那最后一个佛眼，佛眼你就会为了这些六道父母众生发愿，生生世世不离开众生，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带着他们出火宅，带着他们离苦得乐，一起同生净土。所以愿点灯的人可以成就佛道。海涛法师跟我们说过，上供诸佛，供养水的话可以发财，那以水清净的水，我们以慈悲心可以去布施给众生。那请师父跟我们分享要如何供水啊？其实佛门当中大家都知道，福慧圆满就成佛了，所以为什么要点灯呢、啊？要智慧、啊、为什么要供水？要福报啊！水代表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一个法器，水大家要天天供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平常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都会供三杯水啊，水有八德，供养十方佛，供养十方佛之后这个水就有力量了啊！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手上拿着是杨柳净瓶啊，大家都知道地藏经里面有地藏水啊，大家都知道念大悲咒有大悲水啊，所以这个水可以帮助自己消除业障，可以帮助众生滋润身心，所以平常各位从今日起，那大家要供三杯水啊，三杯水，水有八德，供养十方，完了就有力量，那这个力量中间自己喝，自己消业障，开智慧，记忆第一。那右边的水啊，
是代表给父母祖先的，愿祖先离苦啊，愿七世父母得升天。那左边的水代表众生呢，所以为自己、为祖先、为众生。那供完水之后，下午泼出去，恶鬼升天呢、下午泼出去，愿世界各地没有灾难、地水火风灾难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在张巴拉功德经也讲啊，一杯水啊，大家可以具足100万遍财神心咒的力量啊。要发财吗？多供水啊，水举手可得啊，你供越多，如何喝呀？要不要啊？随便你啊，所以这个水太好用了，然后呢，一杯水也可以具足阿弥陀佛心咒100万遍的力量，大家都要去极乐世界，大家都要去亲见弥陀慈父，所以你每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要念多久才可以念到100万呢？我供一杯水就你100万阿弥陀佛啦，所以我天天供49杯呀、大家来比赛谁供得多啊。那水代表清净，所以你多供水的人内心贪嗔痴就减少了。水代表洗毒一切的恶业污垢，多供水的人业障就消除了。所以在这个赞巴拉功德经也说啊，一杯水可以消除这个地区、这个村庄、这个国家一年所杀掉吃掉的海产水族的恶业，太重要啦！知道这个功德，佛不打妄语了，大家赶快累积资粮吧。那你一杯水又可以如何呢？一杯水大家都知道有恶鬼，很痛苦的，身上冒火，有东西吃不到，那你一杯水就可以超度84000的恶鬼升天呢、所以这些无形的众生，如果他们不受苦，那世间就没有灾难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啊，这个国家要乱，鬼神先乱啊。那这些地狱道的众生，热闹化清凉啊；这些恶鬼道的众生，当下离苦啊；这些人道的众生，消除业障啊；这些阿修罗道的众生，供水显现慈悲啊。那这些天道的众生，去除傲慢放逸啊。那这些世界各地瘟疫消除，没有灾难啊。这是供水的大大大的力量。师父在普贤菩萨警策记当中跟我们提到，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因去年在疫情的影响下，人心惶惶，在生于比较多的烦恼跟紧张，也因为很多人因为疫情而往生。那请师父在过年期间跟我分享如何迎接新的一年。新的一年怎么过快乐的生活佛陀有告诉我们，那要怎么调整自己？世间的人因为痛苦是因为放不下世间人会痛苦是因为需要的太多啦，其实真正要用到的是不多的所以因为整个大环境有些人失业啦有些人没工作啦，有些人生病啦所以大家就人心惶惶的所以佛陀要我们要以苦为师以这个痛苦来作为我们的老师那钱多真的快乐吗那修行人过着身安心安的快乐所以这个从新的一年开始大家要去了解一下你所追求的真的会让你快乐吗？包括佛陀也告诉我们，人有四愿不可长保。你一直想要身体健康，你一直去运动，你一直保养这个身体，那这个身体也是会老的，也会生病，总有一天会死亡的。所以这个身体不可长保，把这个身体拿来修行，做义工。做拜佛服务大众关怀老人这很快乐第二个眷属不长保哇儿子生病了怎么办那女儿住院了我很烦那你烦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你自己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了那你不如拿来念佛拿来帮他做个功德那这样子反而
一切的痛苦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一切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啊，所以把自己的脚步放慢一点，啊，以前花很多钱，现在为什么痛苦？因为没钱花，所以痛苦啊。那你可以开始节省啊，啊，所以回光返照，把这个温力啊作为反省自己，啊，重新出发。啊，那第三个，财产不可长保。哇，师傅，我以前赚10万，现在赚2万，哇，很痛苦啊！人家人比人气死人啊！啊，还有很多在失业的，还有很多在为钱烦恼的，你还可以赚2万，不错了。啊，那你要怎么样离开这个烦恼，把这个钱啊拿来造佛像、印佛经、放生啊、点灯啊，帮助贫穷人啊！啊，哪个众生在受苦，你尽你自己的力量啊！啊，所以这个苦成为你快乐的助缘啊！啊，所以重新出发，那从这一年开始啊，那你就脚步放慢啊，啊，那你就重新调整啊，知足第一乐啊！啊，所以佛陀在这个世间啊，为弟子、为在家人、为一切的众生说什么样的法？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诸法无我是究竟义，涅槃极尽是第一乐。诸行无常，外面在变化，你要怎么控制呢？你越要控制，你要听我的，你不能改变哦，妈妈你不能死哦，儿子你要孝顺哦，那你自讨苦吃啊。那诸法无我，没有一个我啊，啊，所以外在的变化啊，我们心要安住啊，念佛、念法、念僧啊。涅槃极尽是第一乐，接受就快乐了。你一直要改变，那你就痛苦了，啊！所以愿各位，啊，从今年起，啊，心安住，佛法安住智慧，念佛、念法、念僧，才有真实的快乐。新的一年，我们都知道要改往修来，去反省过去，然后迎接新的未来。那如果说我们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反思，如果有一个对镜给师父的话，你会怎么样对自己的对话，然后对父母众生有什么样的新年的祈愿，乃至师父在佛教上推动未来的事业展望。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啊，真的能够啊，对自己的期许是啊，因为修行人就希望烦恼少一点，就希望内心有所极尽啊，这是对自己。那对众生啊，希望暂乐啊，能够生生世世啊不离开三宝啊，生生世世能够利益众生啊，这个是我的心愿啊，能够愿此身心奉承刹啊，是则名为报佛恩啊。所以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障碍啊，但是这个障碍啊，希望能够成为我帮助众生的助缘啊，不是绊脚石，是垫脚石啊。所以从这一年啊，希望啊湛乐的存在啊，对父母、对众生啊，要有加分的作用啊。所以我更祈愿多供灯、多供水啊，多放生，只要众生有需要啊，那湛乐啊就尽自己的力量能够给予帮助啊。所以在这个优婆塞戒经讲，要有八种力量啊，所以湛乐每天做的就是为了圆满这八个力量，每天所发愿的也是为了具足这八个。哪八个呢？第一个，长寿健康啊，愿我长寿一点啊，帮助众生的时间就无量光无量寿了，啊，没有生命的问题，一直一直帮助众生呢，啊，长寿健康。第二个，身体有力，啊，用我的身体，啊，来承受众生的痛苦，啊，搬东西呀，啊，做义工啊，拜佛啊，拜忏啊，哪里需要我帮忙，那我就给予协助啊。向好庄严，啊，可以摄受众生啊，啊，多劳财宝，你可以调伏啊。有钱真好啊，那辩才无碍，你可以调伏外道，处众无畏，在大众当中啊，你可以
说佛法，啊，带着大家行菩萨道，啊，然后大丈夫身，啊，那你要具足